596，有你点亮。谢谢组织信任。起爆员的工作内容是什么？幺，起爆！新推荐特别节目《第一颗原子弹起爆的秘密》。大家好，徐小璐邀您踏上新推荐特别之旅，跟着我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去发现电视剧《激情的岁月》的秘密吧。有两个基地，各自派一名同志去参与现在正在进行的起爆训练。成绩最好的那一个，成为首颗原子弹的起爆员。你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吗？在《激情的岁月》中，我最终被任命为第一颗原子弹的起爆员，这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？这个起爆任务，是不是只是摁个按钮？是的，只是一个按钮。可这个按钮，责任重于泰山。因为他之前的研究任务呢，差不多算失败了，所以他很沮丧，他觉得他参与不了这次原子弹爆炸的研究了。然后组织上对他还是很好，就说：“那你来当这个起爆员。”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两、幺，起爆！中心同志，请接受这光荣的任务。五九六，由你点亮。谢谢组织信任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对他来说也是一个，极大的荣誉了，也是组织对他的肯定，也是他自己对自己工作的一个交代。起爆员说是仅仅是摁一个按钮，但其实这个按钮真的是责任重大，因为他摁下的这个按钮就是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这个按钮。他不仅要就是熟练的操作这些按钮，他还要能去有辨别，如果要是有异常情况发生，怎么去停止，怎么去阻止的这样一个工作的一个流程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两、幺，起爆！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啊，一个重要的系统呢，就是引爆控制系统。什么叫引爆控制系统呢？简单说就两句：不该爆的时候它不要爆。什么叫不该爆呢？研制、装配、运输、储存，这不能爆；该爆的时候，它又能爆。给它一个指令，它就能爆。原子弹引爆控制系统基本上有这些带上电源啊、保险结构啊、程序控制啊，还有引信啊，还有引爆装置，大概有这么五六种装置。它要确保这个在关键的时候引信给它个信号，它就能起爆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。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两、幺，起爆！到核试验的时候，核试验的指挥部会发布所有的程序，比如零前两小时、零前一小时，整个核爆炸的现场，成千上万人按照指挥部的命令动作，最后发 K1 指令、K2 指令、K3 指令，发到 K3 指令是自动运行指令。八 K 三，换句话说，到那个你听见那个十九八七六五，那已经自动运行了。那个人喊这个口令是要告诉全场，我已经快临时了，临时就是爆炸的时间。这个十九八七六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？是因为全场有个广播系统，他零前多少小时都是开了，实际到那个喊他。倒计时的时候，那个都是自动控制的。这个说选一个起爆员，这个人口吃得很清楚，因为他就是在主控室的，主控室他是这个核试验的中枢。